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看看近期的这个热门股，Data Black。这个股呢，如果是用基本面来看的话呢，真是烂到不可以再烂呀，已经连续亏损了几年，但是呢，很多人就是喜欢，尤其是它曾经从这一个价钱大概是3毛钱的时候，2毛钱的时候飙到上去。差不多整4块钱呀，很爽，是不是？当然，这个之前都讲过了，这些没有基本面的股，如果飙上去的话，你一定要懂得卖，OK？如果你没有卖到，而你又去接到的话呢，这样你就会被套在这边。所以它这个历史呢就很辉煌嘛，有曾经上过去嘛，所以现在呢它又跌回来，OK？差不多整一年了，跌回来了啊。又跌到现在这价钱，又是跌回去，大概是3毛钱。所以很多人就讲哦，会不会有机会重复历史重复呢？又上到4块钱呢？啊，这个就是很多人抱着这种思想去交易这只股的想法。OK，老实讲，我也来看一下这个啊，他从这边飙上去到4块钱的时候。它之前是完全没有，看到吗？没有的，看到吗？是没有的，是平平的，是没有这个东西在顶上的，就说没有这个原文在上面。现在它已经有一大堆原文在这边，因为呢，它有可能飙上去嘛？飙上去的时候，这些人肯定会卖出去的，解套嘛，等你去接盘嘛。OK，说、so, 不要幻想它会再回到74块钱，这个是没有可能的事情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技术分析。它现在呢，今天又大涨嘛，大概是15% 嘛，13%。OK，但是呢，老实讲啊，它没有突破这个最高这个 K 线最高价的话，它一定会回来的。OK，因为这个还是算是一个盘整里面。看到吗？就是这条 K 线，另外一条线，两条线，它应该会在这个区间里面盘整。OK，不要幻想它会上去，不可能呀。再破这个的，我觉得反正有可能。当然，这个是我的想法，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就不用理了哈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去追的话呢，现在已经是在半山腰了啊。很快就到这边了，这个大概是4毛钱左右，明白没有？大概是多少？0.38，现在是0.34，0.34，已经是想，如果你现在去接的话呢，很容易你就是被套在这边呀。这个大家自己去衡量吧呀。当然我不，也是有可能它继续往上去的啊，也是有可能的，但是。机会不大，OK，我的看法才是如此。这些股呢，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盯盘，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看住的话，最好是不要动吧，最好是不要碰，不要去幻想说这个可以上到4块钱，这个是不实际的东西呀，还是自己做功课研究一下。烂股来的，这个是烂股来的，非常烂的股，OK，完全没有基本面。啊，当然，如果你是投机的，你就是认为你买金子股的话呢，你就认为会有人用更高价钱跟你买的话啊，这个就可以。但是你也要有时间去盯盘呀，一定要有时间去盯盘。没有时间盯盘的话，你不要动啊，不要去相信那些 dipsy 那些消息。OK，我的看法就是如此，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。谢谢大家。